来自大天使耶洛因信息，关于觉醒到你存在的整体性。通灵，阿希尔托克萨。问候，你们好。我们是爱的大天使耶洛因。在人类集体意识的转变和进化中，像这样的地方将发挥重要作用。你与地球的连接是与意识的重要连接，因为地球的连接同样是一种支持机制，也是通向这个物质领域、通向物理形态体验的桥梁。这个地球提供的能量，以及它的意识支持，地球提供的能量场，除了为你们提供生计的生态系统之外，将在你们的进化中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某些地方，地球能量线上的节点将被能量调频以同步频率，并共同在地球上建立更高的频率。人类意识接收的场将以更高的频率运行，使人类的意识加速进化。这个频率的增加将由能量点、这些能量线的节点、人类的创造物，以及由那些在人类之前生活在这种物质形式上的人、其他维度的存在、这个宇宙中的其他物理位置。许多已授权和未授权的干预措施已经针对地球本身和人类本身进行了。其中一些节点，比如这个节点受到了地球外文明的干预，所提供的印记和技术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及意识的扩散、加速和进化。起初已建立的结构为那些前往地球建立这些结构的人们提供了一座桥梁和一个连接点，为他们提供了基线和可以播种的种子，一个存在。然而，除了这些播下的种子和自身进化的自私方面之外，这个节点现在将为整个人类、整个意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进化服务。任何种类的技术，地球技术、地外技术、更高维度的技术，都可以组合起来以提供特定的频率，统一和同步以支持一个目标，即人类的提升。虽然这次传播的目的是让你们彼此更加接近，更加接近人类，更加接近一个进化的里程碑，但这次聚会的第二个方面将是协调这些地方。通过你的能量调频，通过这个网格，地球周围的其他地方将接收能量波、转化波。你会注意到，你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和转变将影响世界各地的其他个人和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你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作为一个集体，你们真正是一体的、合一，只是在物理形态上体验着分离的幻觉。作为一个集体，你和地球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体的、合一的。人类已经并继续从这条脐带到地球上接收到巨大的信息。在你们意识的进化中，人类将继续是这个地球的孩子，直到他的扬升真正完成。想象自己是这个地球的孩子，接收美丽、接收爱的能量，并想象自己接收这个地球的能量与这些地点的相互关联的能量，一种特殊和特定的味道。当你通过你直接接收地球，以及通过像这样的站点间接接收地球时，两者都会在你的进化、你的治愈、你的对齐，以及你作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和作为一个社区的同步中支持你。人性，我们现在将开始能量调整，以便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存在中，以及你们作为一个社区的所有人中充分获得好处，影响地球上的现实结构。调整工作已完成，耶洛因说，并见证你内在的同步，见证与在场所有人的联系。
并见证与全人类的联系的扩大，见证光穿过你，穿过这个团体、意图，以及在这个特定的日子在地球上创造的开口所产生的场。这种纯净的光，轻松地、优雅地、无条件的爱地穿过地球平面，触及许多灵魂，清除停滞的能量，振奋创伤的地方，为那些还没有看到和接受过的人带来新的、新鲜的能量。这种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感到孤独的人，那些感到生病的人，那些感到痛苦和不被爱的人，不仅是人类，还有地球上所有物质形式的意识、动物、植物和所有支持的生态系统，以及支持人类体验的非物质意识形式，平等地接收这种光，产生强大的提升，为了这一切的创作，并将这种可能性的感觉锚定在你的内心、你的头脑中，将这种程度的存在锚定在你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愿意并且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回忆起这种存在和这种能量。请记住，这个地球、这个星球上的集体和许多圣地所产生的力量。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话语。至此传输完毕。来自爱的大天使耶洛因的祝福。We are Elohim.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